各位好，咱今麦开始上课。各位好，大家搞咋？咱这节课要上啥？大家敢知？敢有看到？为战争是看咱战争的历史来看咱台湾的地位哈。今日规工大家上辛苦啦，为早起吼爱定到暗时，所以今麦第一节课吼，大家可能较有精神，所以可能讲一寡吼，大家一定爱知影，不过听了可能会感觉吼较无聊的代志。因为什么大家一定爱知影？你敢有大家敢有？你请问一下在座吼，大家有读过国小？举一下手好无？读过国小？哦，拢有读过国小嘛哈？所以国小你都会读到历史啊，对吧？你会念到中华民国的地理、中华民国历史，你就会了解，对不对？所以你从国小开始，你为国小哦。你就开始去用灌输错误的观念。69年啊，69年来，台湾人吼拢无了解家己的历史，真正拢无了解。所以这是足悲哀的代志吼。阮伫咧读书的时间吼，阮自细汉伫读书，一直甲有时间去美国啊、去日本啊吼，才看到国外伫看咱台湾的历史，真正拢无共，真的都不一样。为什么台湾一直？读台湾的历史哦，你也读到光复节，你也读到咱八年抗战，你也读到咱反共抗日，啊、哦，然后什么剿美援朝什么，这样你会看到很多的那些口号，你会看到这些奇怪，这跟其他的历史，我们到底在念谁的历史？我们在为谁念历史？你若无了解，你若无了解真正的历史哈，咱特别之前，恁是台湾民政府未来的公务员。啊！恁家己若无了解历史，恁一个去就恁的位啊，恁去就任。咱伫只训练了，恁去就任，皆去就任吼，下口一群人，因拢无了解台湾的历史。因一群人佫开始甲你在你耳边一直甲你耳语，吼、哦，甲你讲吼，中华民国安怎，中华民国安怎，咱应该安怎。结果你就讲对，尾下你讲好，我对恁斗阵来嘿。结果吼、哦，第一个去用鞭刑，还是第一个吼、哦、去判死刑的，可能就你家己吼。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咱台湾的历史，你才会使开始去甲你下骹的人去教育、去教导，互因了解69年来，因拢读的是唔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啊？等一下我会让你知道，我们等一下要上的哈，台湾民政府你要来上法理学院必修的教材，好，这我们第一个要上的。第二个来了解台湾的野球，为什么哈甲子园会是我们的梦想？再来了解德国，哈，了解日本。甚至了解，其他先进国家他们怎么在治理他们的国家？为什么制度会高于一切？咱都开始的时阵哈，都好大家了解哈。台湾民政府咱的主张跟咱的立场，昨天晚上我们都有念到，对不对？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人家会知道我们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到以后到未来都适用。咱的主张第一条是啥？早上精神好一点，咱大家来念一下好不好？第一条是啥？台湾民政府主张是啥？根据国际法律吼，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第一句，我甲各位解释一下，台湾的国际地位即卖有正常无？为什么无正常？人伫甲咱问吼，咱要安怎讲？为什么无正常？啊，台湾的国际地位安怎才是正常？莫一声叫问倒吼，台湾国际地位安怎才有正常？咱会使用咱台湾的名出去，就安尼就叫做正常啦。咱即卖吼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啊，即、這个区域叫做台湾。你哪会使用台湾的名出去，叫做正常？咱即卖出去吼，咱的称呼都叫什么？咱的奥运代表队出去叫啥？中华台北。中华台北。啊，咱伫台湾伫读的时阵，伊甲你讲啥物？中华民国在哪里？在台湾。那、啊、为什么出去？到了国外，叫做中华台北。各位要了解哈，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要教各位嘛，因为比各位早一点进来，更了解台湾的历史，知道正确的历史。69年来，你们都没有学过正确历史。我告诉各位哈，当初
那个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流亡政府在伦敦，在伦敦就有两个流亡政府，波兰的流亡政府在伦敦，法国流亡政府也在伦敦，然后英国政府也在哪里？也在伦敦，有三个国家的中央机构都在伦敦哦。那请问一下哈，请问一下各位哦，今天波兰可不可以在伦敦宣布说伦敦是我的？法国可不可以在伦敦宣布伦敦是法国的？为什么？因为伦敦是谁的？英国的嘛。伦敦是英国的，所以法国流亡政府、波兰流亡政府，他们后来国家恢复了，所以他们要回到法国，回到波兰。那中华台北的意思是什么？各位知道吗？中华台北，出去外面参加奥运比赛，中华台北，中华台北的意思是什么？哦，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啦。如果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那台北就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啦。中华民国首都在哪里？南京呢？在南京呢？你会看到南京有个石碑，上面写中华民国啊，1911到1949。通常如果这个国家在正在进行式，只有1911，然后一个 dash， 对不对？就不会有1911到1949。所以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已经亡国了，所以他才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就像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他们如果恢复执政，他们要回到哪里？回到中国大陆嘛，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嘛。所以你会看到奥运代表队在国外都只叫中华台北，人家只承认他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选出来的代表队，代表中华民国出去比赛，那是不是台湾队？不是啦。当初那个经典棒球赛的时候，中华跟日本打，各位记得吗？去年我们都看得很激动，对不对？打到九局还领先，结果九局下半被他们追平，到最后十局上半被他们打赢了，对不对？被他们打赢了，那到底是我们赢还是他们赢？我们赢啊，当然是我们是日本队呢。结果我们都以为我们输了。各位要开始慢慢了解，我们的主张就是要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的国际地位怎么正常？用台湾的名字到国际上就叫台湾，就可以参加世界上任何的组织。现在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因为他骗我们整个2300万台湾人啊，不是真正的台湾人1600万人啊，骗我们1600万的台湾人，一定给他们骗。所以他们刚刚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所以咱出去外口拢讲咱中华民国，咱怎都看到啊，你的身份证、你的护照、你的钱都用中华民国，对不对？你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证明你是台湾人。所以台湾的国际地位没有办法正常化，是因为国际上都不承认我们。如果国际上都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我们的国际地位是不是早就正常化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的诉求，我们的主张，第一个就是要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什么？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从1945年4月1日，他之前就已经在台湾实施皇民化，我们有参政权，有参战权。所以1945年4月1日，他宣布，日本天皇宣布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从那一天开始，台湾就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台湾从那一天开始，台湾就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从这里就要开始跟各位讲哈，当初马关条约，日本叫做下关条约，他有没有说把台湾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有没有？下关条约里面有讲啊，可是当初他还有规，他还有他的条约还有签呢，他把台湾澎湖还有什么辽东半岛这三个地方都全部永久割让给日本，中国满清大帝满清皇帝割让给日本的那个天皇，他把这三个地方他把台湾澎湖跟辽东半岛一起割让给日本，那为什么后来只有台湾跟澎湖？为什么？对啊，你不是第一次来上课，对不对？因为辽东半岛那时候又重新订了一个辽南条约，为什么？因为国际上不承认，他们先进国家，他们遵守国际法，所以他们说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不能割让。台湾跟澎湖是中国的拓殖地，所以可以割让。所以在那个时候重新订一个辽南条约，把辽东半岛又还给中国，所以这叫国际法。我们遵守，
好、哦，美国总统哈、哦，他有责任根据万国公法让台湾的地位正常化，我们遵守国际公法、万国公法，遵守国际法，遵守战争法。好、哦，这些是国际上1830年拿破仑战争以后就开始实施到现在的，已经实施快200年了，大家都已经能够遵守的一个条约。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所以等一下各位该再看我们的必修教材，你就会看到是我们的，我们就说是我们的。今天台湾它已经有房东了。秘书长常常在讲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出去玩，我们住在希尔顿饭店，我们假设我们去国外玩住在希尔顿饭店，我们现在有希尔顿饭店的房卡，对不对？我们是希尔顿饭店的房客，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希尔顿饭店是你的？不可以嘛？为什么？希尔顿饭店有老板，对不对？就像他常常在讲嘛，我们今天不可以说这个地方，我们不可以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不对，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台湾。因为1945年4月1号，4月1号，它不是愚人节。中华民国跟我们加工4月1号是愚人节，在日本很多的神圣的纪念日，像明治神宫什么那些神圣的纪念日都是在定在4月1号，所以4月1号对他们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第二个，台湾民政委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好，所以我们要遵守国际法、万国公法、战争法。啊，可以给他们看一下什么叫战争法。战争法哈是根据一些条约一起大家约定成熟的，它有很多的条约。好，战争法是1907年，各位这个都不用抄哈，你哪需要资料哈，我那。你炸 USB 都可以call 吼。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的和平公约、国际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战争部分的公约、1940年美国陆军总署有关战争法的汇编、跟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这叫战争法。我们秘书长就是战争法的专家，他刚好研究战争法，真的可以来救我们台湾。我在69年来吼，咱拢一直这样子吼，那个以讹传讹，咱拢感觉讲，咱读的历史是对的。我跟很多朋友说过了，说不通，为什么？因为他从语言，从那些体系，不让我们学日文。我们中人把人说他是日本人，对我们来说呢，我感觉我是中国人啊。我会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因为我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啊。我还学到说有那个什么一个伟大的领袖，民族的救星，叫什么总统蒋公，这些都是我们学到的。然后开始一直输入我们的潜意识啊，因为我到美国去上课，我就在上注意力这一块。这里注意力跟各位讲啊，注意力有分为固着的注意力，有五个阶段了。你如果对任何事情啊，你不去排斥它，你也不去渴求它，你维持在中性的注意力，你对很多观念就能吸收。但通常人们哈，容易讲哈，3岁定80，从小都有一个构想开始底下。例如刚刚人愈老哈。嘿，有当下嘿，老伯的一个老阿公，你这西洋个性，你这西洋个性，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到现在，你从小就开始被灌输中华民国在台湾，然后你到国外去看，我们每次都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都没有办法摇，为什么？马上就被收起来啊！这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就是中华民国代表的旗子，为什么在国外都不能用？为什么要用那个五环旗？那是什么旗子？不伦不类。所以以后哈，我们要拿这个旗子到国际上，这个在国外这都可以摇呢。我们到日本天皇前面都可以摇呢。你想想看啊，你拿中华民国国旗到那个日本天皇前面可以摇吗？我告诉你啊，连进都进不去。我们拿着我们民政府的旗，为什么？国际上承认。我们这次到日本，我们拿着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要去换钱，不行换，因为我们的护照都被收走了。我们拿这张可以换钱的，直接从日币换成台币，就拿这张。到美国我都有去啊，美国、日本我都有去。到美国也是这张就可以进去他们的部门，就登记，都是用这张，这是国际承认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你拿中华民国那张身份证哦，那是假的啊，在台湾你会觉得那是真的，在国际上呢，你拿中华民国身份证，人家都说那是假的，结果你拿真的身份证的时候，你却不敢。国外都告诉你那是真的，结果你认为那是假的，这就是从小给你的思想的改造，它比共产党还可怕。从小给你思想改造，
让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像我现在我女儿哈，去学校啊，讲讲哈，跟同学讲台湾没有光复节。他说我们台湾没有光复节，台湾本来就没有光复节，台湾是战败国嘞，哪有光复节？哎，同学都听我，国小学生同学每一个都说你读个叛逆啊，嘿，他们都会跟他比这样嘿。讲阮早囝读个叛逆啊，伊伫讲真的时阵吼，同学拢讲你伫讲假，这有足奇怪吼。咱明明去国外，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去倒位拢会使用，阁会使去换钱，吼啊！伫个台湾吼，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吼会使用，啊，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袂使用。啊，你感觉吼，和全世界70亿人承认的一个身份证比较重要，还是被某的少数的那个政府高官把持的一个假的政权哈，他被承认比较重要？你觉得哪一张身份证你觉得它比较重要？当然是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嘛，因为它是遵守所有的国际的法律。回到刚刚原来的前面，它是遵守国际法。国际法，我告诉各位哈，拿破仑战争以后，拿破仑战争哦，1830年以后就有规定了，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是国际上承认的最有用的哈，国际上所承认的国际法里面最有用的一条。也就是说，美国去占领伊拉克，他可以把伊拉克变成美国的第51州。美国打败伊拉克啊，7日战争啊，美国打败伊拉克，他可以把伊拉克变成他的第51州，可不可以？我们那么快就已经进入那个弥留状态了吗？我讲的话，我今麦的讲英语还是讲法文啊？你各位听无？咱今麦美国打败伊拉克，敢会使把伊拉克变成伊美国的？袂使嘛？为什么？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嘛？这是1830年以后，到今麦为止拢安尼哦。啊，所以迄个时阵美国占领台湾，伊会使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无？袂使，啊！为什么一派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啊？台湾就变中华民国诶？那违反国际法嘛？啊？为什么这69年来，咱台湾人都拢安尼，鸡飞城市，觉得这是对的？我们都被洗脑了，我们都认为这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去敌人去。你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认贼作父？去替敌人当兵，这都是啊。我都不知道呢。我那时候在马祖当兵，我在马祖北干，我们那时候刚好遇到伊拉克跟那个科威特的战争，我们接到军方的指令，那个中国大陆哈，中国可能会趁机侵犯马祖，然后我们要死守，不是四行仓库，是死守马祖，没有任何的外援，我们背着枪在街上。那时候我剩2个月退伍，嘿，这是今天我在马祖北干亲身遇到的事情。嘿，惊一个，感觉家己可能会死伫马祖北干，嘿，我都回来。糊里糊涂去那里当兵，还当了2年，然后在马祖北干哦，天天都有人死，真的啊，在台湾你都不知道。那个我讲的是可能比较早一点年代，我刚好是属于中生代了哈，我得被狗砸吧，我有6个女儿，我老大也今年大学3年级了，所以各位都可能不太，所以我那个时候当兵还算比较早了，不像现在当兵比较，现在的兵叫什么叫爽兵嘛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当兵，真的会怕回不来，真的会有心理压力，所以那时候会有人一天到晚就在那边搞自杀，没有就杀别人这样。在马祖北干天天都有人死，因为在马祖北干我在编报纸，我在编报纸，所以我每天都会看到，那个哪个连长又被杀了，哪个辅导长又被杀了，哪个阿兵哥喝醉酒又杀了10几个人，可是台湾通通不知道，因为这个消息不能让人家知道。马祖有4000个兵力守在那边。所以像这些，他开始教你当兵，教你纳税。如果今天我们今天缴税给日本天皇，我们今天替日本天皇当兵，我们参战权，我们遵守国际法，我们这样去当兵，我们这样去参战，我们这样去缴税，完全都合法的。你今天替中华民国当兵，替缴税给中华民国，通通都不合法。结果你把错的事情一直在做，你认为把它做到底就会变对的吗？你安尼一直做，一直做，你当年一直纳税，啊，囡仔大汉啊，叫伊去做兵，安尼做较久啊，敢尾啊敢会变对的？你中华民国敢会使变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可以到全世界去，可以吗？永远不可能，因为从1830年拿破仑战争以后就告诉各位了，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不可以把台湾的日本公民全部变成中华民国国籍，哪有什么全部一起规划？规划要有志愿，要自愿。好、哦，我们有自愿吗？那时候我们的长辈通通没有自愿呐，不自愿呢，他就把你暗夜里面就把你拖出去枪毙。228，在228纪念馆，各位知道纪念馆纪念的那些228受难的那些家属、那些先贤先烈，总共有多少人？228和平纪念馆在台北，不到1000人。可是在日本哈、哦，日本时代哦，那时候在台湾有户籍的，我们的医生啊、我们的教授啊、这些老师们，哈、哦，到了228事件以后，重新清查台湾的户籍，失踪的人口有多少？各位知道吗？225000人。所以那些真正了解台湾历史、知道我们台湾要遵守国际法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了，啊，人就不见了，就人间蒸发。我们那个晚上蔡才远蔡老师会告诉各位嘛，他们那时候就白色恐怖，那个时候，你只要讲错一句话，你就没有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这是228带给台湾的白色恐怖。那为什么228他们可以这样子？因为他说我遵守国际法，因为他们是叛军，所以他把我们都当日本人。最早期国民党把我们都当日本人啊，然后对我们日本人，我们是战败的，我们是战俘，所以他可以任意处置我们，我们只要反抗。其实我们那时候不应该去跟他反抗，我们应该走上国际法庭，我们还有机会。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战败，所以我们很可怜。为什么？因为日本天皇的权力被暂时的冻结，被 suspend 吊在那里，他没有办法替我们发声。今天如果在伦敦，法国说伦敦是他们的，英国会跳出来嘛？对不对？波兰说伦敦是他们的，英国也是会跳出来嘛？甚至连法国都会跳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流亡政府啊，怎么可以在那边就地合法？所以会有人跳出来。那今天台湾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因为我们日本战败了，然后日本天皇那时候没有跳出来，所以让台湾就一直向下沉沦，到现在69年。你69年认贼作父，替敌人当兵，在做这些事情，你完全都不知道你在做错的事情。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它做对。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真正了解台湾的历史，你才有法度阿伯去甲迄个去用骗69年的哈，迄个公务人员，你阿伯是带一顶公务人员呢？你公务员上那个高级班上完，你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我们6月以后我们要执政了，执政以后你是带领一群人，然后那一群人天天跟你讲台湾要独立，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你要怎么办？你要不要教育他们？你要不要训练他们？要呢？难道每一场都请我去帮他们讲吗？我讲比较快，对不对？你们讲比较慢，不行啦，你们要自己要学会啦。第三个，台湾民众的立场，我们不使用武力，不使用暴力。今天不是齁叫你带着枪去执政呢？会啦，你会有保镖。因为你开始讲真话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跟你这样子呛下什么，你会有保镖，但是不是叫你像他们跟你呛下，你就把他们干掉呢？不是呢，不是你有生杀大权，所以我们不使用武力，不使用暴力，但是我们用各种方法结束流亡那个流亡政府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的占领，他到目前为止都在占领台湾，所以我们要结束他对台湾的占领。我们不使用武力，不使用暴力，我们根本不用武力，也不用使用暴力，为什么？请问一下，咱现在去接建款，咱是跟中华民国接建款吗？对不对？不是啦，我们没有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接政权啦。当初他们怎么派这个陈诚？各位告诉各位历史哈，这是正确的历史哈。当初不是蒋介石一下就来台湾呢？蒋介石那时候不敢来台湾，他那时候在重庆哈打输了，他那时候派了很多的，他有一些机要秘书啊，然后甚至美国大使，他们半夜哈。从那个重庆搭飞机飞到哪里？飞到澎湖，因为那时候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陈诚治理台湾，派孙立人接管台湾的军队，所以那时候台湾最厉害两个大头，有政权有军权的，一个叫陈诚，一个叫孙立人。那蒋介石来是什么？他连个屁都不是，所以他不敢来，他怕来了他被关起来。
所以呢，那时候他就运用他老婆啊，运用那个美国那个中华民国驻美的大使啊，那些关系哈，然后来台湾探路。他问说他可不可以来台湾？哎，啊，然后他们的刚好他有一个好老婆啦，他老婆的外交手腕真的很好，所以孙立人哈就直接飞到澎湖，枪最重要嘛，军队的头头飞到澎湖说：“我永远效忠哈那个。”蒋介石，我永远效忠领袖哈、哦，所以他就把蒋介石迎来台湾，把这个杀人魔迎来台湾，台湾才会开始腥风血雨哈、哦。那他们当初也是用民政府的状态，可是蒋介石来了以后就全部改了。那蒋介石一来之后哈，孙立人怎么办？各位都知道嘛哈，孙立人的下场各位都知道嘛，他就被软禁了嘿，他。我有枪哦，我把这个我要效忠，可是蒋介石还是怕他、啊，他怕他到时候还是会半夜把他干掉啊，干脆把他关起来。这是很可怜哈、哦，因为他不遵守国际法，他的下场就这样。嘿，孙立人，所以我们不使用武力，不使用暴力，我们是跟美国接政权，我们跟美国军政府接政权。美国军政府当初哈、哦，怎么把他们送来台湾，就会怎么把他们送走。各位不用担心，最后哈、哦。我们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各位可以想办法不合作也不配合啦，但是你要有那个能力哈。像基本上我很多我都不合作不配合，我管他什么国民年金那个我都不缴啦，哎，他也不会怎么样嘛，他也不会罚钱嘛，我为什么要缴那个？到时候我那些钱我不是都白缴了，我干嘛要缴？所以我不合作不配合。但是各位如果马上要领国民年金哈，哎，可以这样考虑一下，赶快缴一下可以领嘿，但是。对我来讲还很远啊，到时候台湾早就已经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到时候又有新的那个福利法案出来，我为什么要去配合他的政策？所以你可以选择啊、哦，但是这个你要自己衡量自己的能力啊、哦，所以我们对他的政策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立场啊、哦，这是刚开始的开宗明义，让各位知道。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必修教材。这里哈，美军在战争法的架构之内执行琉球占领的机关，依设立时间顺序整理哈。他开始让各位知道什么叫民政当局哈 ，civil government。1945年的4月1号，那时候对台湾宣布，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1945年4月1号哈，那时候刚好也在琉球列岛哈成立美国军政府。1945年的8月20号成立。冲绳咨询会，冲绳咨询会，然后1946年4月20号冲绳民政府，1946年10月3号奄美群岛临时北部西南南西诸岛，政厅，1947年的3月21号宫古民政府八重山民政府，它是一个一个在琉球这样成立，从1945年4月1号2年多的时间，一个一个成立各地的民政府，然后1950年的6月15号。统筹变成临时琉球咨询委员会，1950年的12月15号，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他把它统一哈，宫古啊、八重山啊、哈琉球统一成为琉球列岛的美国民政府。1951年4月1号，6年了哈，整整过了6年，我们刚好也从2006年到现在，也是经过了，2006年到现在8年了哈。那时候成立琉球临时中央政府，琉球政府。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琉球，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琉球的模式是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设立冲绳民政府、宫古民政府、八重山民政府。啊，我讲慢一点哈，各位自己看哈，因为资料很多了，所以有时候会念快一点。你如果需要这些资料，你都可以上网去看哈。我们的网络官网通通都有这些资料。那我跟各位讲哈，是让各位可以透过互动哈，比较听得比较清楚哈。依战争法推论哦。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日本台湾的模式啊，本来应该是这样子，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哈。第一个要设立台湾美国军政府，设立台湾民政府，然后呢，台湾美国民政府再设立台湾民政府或台湾政府。那如果是中国军，他派中国啊，他派蒋介石来占领台湾嘛，
所以占领台湾模式应该本质上设立台湾中国军政府的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设立台湾民政府，本质是台湾中国民政府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其后改制为台湾省政府，应该设立台湾民政府和台湾政府。但是中国占领当局从1945年10月25号依照盟军的协议分配占领日本台湾的领土之后，没有协助被占领方的日本台湾人设立台湾民政府，所以现阶段本质为台湾中国民政府的台湾省政府，在战争法的架构之内，有协助台湾民政府乃至未来台湾政府设立其运作之占领责任，是以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的前提，所以不得废除。那时候我们听到那个李登辉要废省，美国有没有告诉他不能废省？所以李登辉就最后什么动省，因为台湾省政府，再跟各位讲哈，台湾省政府在战争法的架构之内，应该要协助哈台湾政府设立运作占领的责任，但是呢，所以他不得废除。但是从1952年4月28号，中国殖民军在美国当局的认可之下，代理台湾美国军政府得以继续占领日本台湾领土。基于中国占领当局没有设立台湾民政府，美国当局完全有立场亲自执行日本台湾占领之后，依照战争法设立台湾民政府。所以咱今麦台湾先进入遐袂使废掉，就是这个原因哈。中国占领当局流亡的中华民国，对被占领方的本土台湾人的两面手法，当初他来啊，因为他把我们当日本人啊，所以第一个你不顺从，他会什么？以占领日本台湾之后，对不顺从的中国占领军治理的本土台湾人，祭出美国所承认的战争法，所以他那时候说我是依照战争法来实行228事件哈，最严厉惩罚，杀无赦。如果你顺从，他会解放中国台湾的身份，将本土台湾人纳入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内治理，企图就地合法将台湾并入中国。他前面哈，这个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依照战争法，他可以，我们不顺从，我们是战败国，所以他可以这样杀我们。但是接下来这个，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我们今天我们站在理上。我们会在法理上赢那个，我们不要管政治台湾，不要管情感台湾，我们管法理台湾。我们在法理台湾，我们可以赢美国的那个国务院。我们今天哈，国务院他搞不清楚状况，美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状况，他们都一直以为台湾是中华民国的，连他们都搞不清楚状况。所以真正搞得清楚状况是美国军事政府，所以我们是跟美国军事政府做联系。国务院有时候都还在扯美国军事政府的后腿，他们都搞不清楚哈。所以他这里哈将台湾并入中国，这是完全不对的。对中国占领当局，本土台湾人不顺从，无法生存，哈，杀无赦。如果顺从，则被视为认同中国。所以他用这种两面手法，让本土台湾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当初就是这样，你顺从我，我就不杀你，但是你就要开始装聋作哑。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的哈，包括我们会来上课的技教，他们就选择离开台湾，有能力的就离开台湾，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台湾生存嘛。我如果要讲真话，我会被杀；啊，我如果不讲真话，我又没有办法认同我是中国人。我明明就是日本台湾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被中国两面手法操作？我就有离开嘛。所以，我们台湾哈，美国承认我们现在是政治炼狱。但是本土台湾人也可以采取两手策略回京，一方面我们顺从中国占领当局实行战争法的暂时效忠，好，我们暂时要不要做任何无谓的牺牲，所以我们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好，另一方面我们一直现在不断的在连结美日，致力台湾地位正常化，跟中国切割，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各位有日本朋友有美国朋友都可以这样，我们一直在做这些，让他们了解台湾地位正常化真的就只有靠美国跟日本，我们自己做不到了，再来，各位看民政当局的概念，这里哈真的比较深一点哈，各位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因为这里的概念你清楚了，就知道中国用两面手法，你将来可以告诉你的官员，他就是用这种两面手法，你现在不用再担心了，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你不用再担心那个骗了69年，你要继续骗自己，你可以开始恢复到正常，让他们知道说你真正的是什么。
真正当初他用战争法，我们现在用战争法回来，我们现在就回到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之下的台湾民政府，啊，所以这是民政当局，占领者，啊，民政当局支援，是帮助稳定美国军事政府。我们支援的民政当局任务活动有三者：第一个民事援助，第二个善意领土之民政当局，第三个被占领领土的民政当局。我们的履行条约、协议或国际法所发生的义务，哈，美军在他占领地所成立的军事政府，也就是军政府，哈，他的民政当局必须物色适当的被占领方人士，依战争法设立民事政府以及民政府遂行治理权移转，并在万国公法的规范里面实施治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他的这些完全的那个法理的架构之下，是那个台湾民政府开始实施，啊，在美国军事政府的管理之下，哈，啊，有关被占领地的民政当局的概念，当军事需要或者合法指令要求军队在被占领领土设立一个暂时性的政府的情况发生。在被占领领土的民政当局强制的势力被治理领土，在美军有效的控制之下，所以为什么美军他们一定要进来台湾？他们进来台湾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请问一下各位，美军入来到底有什么好处？嘿，也保护台湾。我来讲一个较实际啦，哈。第一个，咱免做兵啊，牺牲足侪钱的，几落千亿。我们讲一个最实际例子哦。在国际上，那时候美西战争，那时候他打赢西班牙，所以他有把几个国家割让，古巴啊、波多黎各啊，哈，我们讲波多黎各就好了。波多黎各哈，那时候割让给美国嘛，哈，啊，然后他那时候他就一直不愿意独立，美国一直拜托波多黎各独立，波多黎各都不要，为什么？美国派军队啊，美国派军队保护波多黎各啊，我第一个不用养军队啊，啊，第二个呢，我跟美国贸易平行输入，我根本不用缴任何税金啊。我们现在如果美国恰比如来台湾，啊，要不要课税金？要嘛。好啊，所以他美国波多黎各他的人民哈，又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穿，啊，我又不用缴税，又不用当兵，我干嘛要独立呀，啊？我独立以后，我要自己治理一个国家，欸，我就靠美国，我也不要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他就在这模糊地带，然后人民都生活得很快乐，哎，欸，干嘛要独立呀，啊？我们如果今天在美国军事政府管理我们，我们跟美国，我们这些所有台积电这些产品到美国都不用缴税金，平行输入，然后我们也不用当兵。好，我们不用有外交部、黑龙江的出力啊，我们反正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台湾民政府，我们人民只要哈，我今天我常常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了，今天有你做几个，今天有你做几个哈，那个政务官哈，一个月领20万，好，啊，够有你哈，比如讲，叫你做几个哈，卖过政务官啦，叫你做几个公司的董事长，一个月10万块，你要选哪一个？政务官嘛，假如做银行上买。我们今天只要代理美国治理好台湾就好了，我们只要照他的法令，照他讲的，我们都在做对的事情啊。他本来就是按照战争法，按照万国公法，我们在实行台湾的这个治理啊。只是回复到我们可能要学我们的母语，就是美语跟日语嘛。我们到时候可能去学日语，可能学美语，只是到时候各位比较辛苦一点啊。为什么？因为今天讲的中文都没得用啦，它不是官方语言啦。以后中文可能大学，哦，甚至研究所才有这个选修的科目。所以你要重新学日语啊，对咱来讲可能他不习惯啦，但如果这个环境，整个你看到的电视新闻，啊，一样嘛，这语言的那个魔力嘛，你看到电视新闻，你在学的这些，你会听，你会讲，你自然而然就会接受了嘛，他也不会很困难嘛。啊，你学日文还有个好处，你会很快就学会意大利文，哎，意大利文哦，为什么？因为日文都从意大利文的那个罗马拼音来的，哎。所以你学会日文以后，你会另外一种语言，意大利文也学得很快。哎，到时候秘书长说我们要这个，让我们台湾人的那个优生学更加那个哈，到时候去娶意大利老婆，还是嫁给意大利老公就比较容易哈，因为语言可以通嘛哈。好，这个是在被占领领土的民政当局强制势力，被占领的领土是在美军有效的控制，所以美军六月要进来了。昨天晚上都有听到秘书长讲哈。有没有听到？有吗？哈。第三个，美国军方的目标是设立一个支援美国方针的政府，哈，要支援美国方针。美国的方针是什么？他不要台湾变成共产党啊！台湾现在有没有可能很快的就变成共产党？有啊，国共现在合作啊，多认真的合作啊！
为什么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现在越来运作越来越顺，就是因为马英九。我们很谢谢马英九，因为马英九就一直想要靠近中国嘛，哎，他靠近中国，美国就越离他越来越远嘛。所以美国军方设立一个针对美支援美国方阵的政府，美国利益最重要，尽快移转给一个有适当的、有组织的政府。好，你现在看到台湾有适当、有组织的政府，好，然后又不是中国国民党，又不是中华民国民进党的，还有谁？就只有我们。所以美国军方会检定、筛选、训练可靠的民间人士来做顺利移转的政权，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做检定，就是这样子。我们开始做总体检，要把名单交给美国，我们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当即使采用我们当地的民间人士来成立台湾民政府，美国军政府仍然保有最高权力的行使，赋予民政府官员的权力，并不自行终止军队在被占领领土的责任。他今天赋给我们责任，但是最重要管辖的还是他们哈。美国在被占领领土的民政当局，目标是设立一个有效力的民事政府，而此政府不应对未来及和平稳定有威胁。对被占领领土的民政当局的支援，应该着重在民政当局乃至民事政府是有秩序和有效率的过渡，以国际法跟条约来履行义务。被占领的敌方领土是美国为了排除敌方控制，经由武力而占有的地区。他那时候麦克阿瑟就是修改日本宪法，就像他把日本天皇的权力降到最低。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效忠日本天皇，所以他要排除敌方的控制。他觉得敌方控制，只要日本天皇不要控制日本，整个那个日本就会回归到比较民主和平的状态。那也刚好救了台湾了，因为他那时候他把日本天皇的权力吊起来，所以我们才没有实行日本的宪法。我们现在是用的是日本帝国的宪法。我们是用日本宪法的话，我们就没有效忠天皇了。我们这里面的整个那个这个状况越来越复杂哈。军队并没有需要在被占领地区存在以示占有，然而占领军必须有能力在领土的任何地区迅速部署以强制权力。刚刚那个有在讲嘛，那个飞弹威胁的时候，马上在北部跟南部马上布那个航空母舰马上过来嘛，他有办法迅速有效的马上布置哈。所以从上面你可以知道，美军完全有能力在台湾岛内任何地区迅速的部署。台湾即使没有美军驻在，也是美国合法的占领地，这一点可以回答不知道台湾尚有占领事实的无知者。你可以跟他讲啊，其实新闻自己都有在报啊，你可以看像新竹中那边都有很多的资料，你们都可以去看哈。新闻自己都有在报，人家那个飞弹哈，从那个下一堂课那个潘老师应该就会讲哈，飞弹从美国不小心核弹头啊，不小心运到台南的基地，存了一年多，然后台湾都不知道，台湾的军队也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美国一直在占领我们，然后他们看。清点库存少了以后，晚上派飞机来把它载走，台湾也是不知道，他们的核弹头进来台湾离开也都不知道。然后美国的那个领事哈，跟那个国防部长讲，跟台湾当局的国防部长讲，说我们昨天从台湾运走四个核弹头啊，真的好可惜哦，我们没有利用这一年多时间研究一下，完全不知道他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就像美国那个我们的那个美国在那个很多的军事基地。飞进来飞进去，他都不用跟台湾报备，他其实也不用跟台湾报备，他连中国大陆他都不用报备了，他要飞就飞过去了，管他什么航空管制区。民政当局体制的领导人是民政长官，通常称为总督。行政官是军队指挥官或其他被任命在占领地执行行使权力。所以今天美国把政权交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再跟日本天皇讲。好，我们找了林志升当我们的总督啊，然后日本天皇一任命，我们就完成所有的手续了，我们就开始治理台湾了，我们就开始用好的制度让人民真的不愁吃不穿。那个秘书长也讲，俄罗斯五个不可能我们希望将来一样，大家看病都不用花钱，看开刀手术都不用花钱，念书也不用花钱，最好吃饭也都不用花钱，让各位可以很轻松。真正的在印度他们有很高的阶级制度嘛，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他们的第一级的那些贵族他们可以不用工作的，他们可以随便到每个人家里跟他要东西吃，他就要供养他，就要给他。
可是这样印度也产生很多世界有名的，有一个数学家哈，商业周刊有报道，有一个数学家哦，他曾经连续三年哈都没有工作，二十几岁而已，都没做头路，一共我在想数学程式，一当到大刚都惊来惊去，连花园绕来绕去，然后跟隔壁邻居跟每个人要东西吃这样，他这样晃了三年，然后他写出来很多的数学程式，到现在很多的全世界数学家还没有办法解出来。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一个国家制度好，它可以造就出很多不一样的人才。啊，你看到这三年的时间好像是一个饭桶，对不对？然后完全就在靠人家吃穿。可是他写出来的数学程式可以带动整个航太科学，带动我们整个那个航空科学，他是一个天才呢。可是天才看不出来啊。那台湾的天才呢，都死得很快，很快就被扼杀了哈。占领国可以允许既有的政府组织在其控制监督下继续运作，所意味的是仓促发展一个机能政府最容易的基础，因为它已经到位了。到位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允许政府组织在控制监督下继续运作哈。占领国可以决定保留所有的公务人员，或者基于政治或安全理由，可以将全部或所挑出的人员由其他有资格人士取代，必要时实行导向影响政治改革，强化政府机关跟机构以发展自治的计划。所以我们为什么到各位要去带领每一个部门，然后开始给他们重新的训练，让他们真正了解台湾的历史。没有一天到晚上任以后，他们一天到晚跟你讲说你来干什么，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你都八嘎嘴啊。所以你要这样子，他如果不听话，完全不了解，你都给我骂掉。你有权利齁。要了解法理最重要。在某些情况之下，占领国可能认为有必要重组、更换或者撤废所选的既有的政府机关跟机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你一上任就在讲说，哦，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台湾要独立的，我跟你讲历史用瓦掉，我跟你讲，上了六天的课，你还搞不清楚状况。撤换既有的政府，建构新组织是最激烈的政权改变。占领国应该只有在如旧政权已经彻底瓦解，或者有敌意对安全的稳定有威或者有敌意或者对安全还有稳定有威胁，以致不得容忍它继续存在，才采取这种政权改变。日本政府在1945年4月初一，把台湾哈编入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之后，就体制而言，台湾总督府应该改由适当的地方制度取代，而不负有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尽管如此，基于原本在台湾领土上既有政府的台湾总督府，在1945年的10月25号已经彻底瓦解。美国当局应该督促中国占领军依照战争法，循最激烈的政权改变的模式，在台湾占领地为本土台湾人设立一个新的民事政府。但是，美国当局却纵容本职为中国军事政府的台湾治理当局，将占领日本台湾误导成为解放中国台湾，既索性回避设立台湾民政府，模糊台湾的地位。69年。如果不是秘书长在救我们，我告诉各位，到现在你都还搞不清楚他怎么模糊你。所以占领国必须遵循现行的法律，然而在许多的情况之下可能需要改变现行的法律。国际法对其条件是很明确，在被占领领土改变民法的时候必须符合这些条件。哪些条件？更明确的说，占领当局必须遵循原本在占领土地所施行的法律，而其如果改变必要，必须符合国际法所规范的条件跟要件。刚刚讲到，美西巴黎合约在1898年12月10号签订，美国陆军少将在1898年的12月28号，在维持现行西班牙政府的司法体制下设立古巴美国军政府，他是完全按照国际法啊。然后呢，相对于美国在占领古巴期间采行西班牙法律治理古巴占领地，中华民国在占领台湾不是采行日本的法律，而是采行中华民国的法律治理台湾，明显逾越占领国的军政府的权限。以美军为首的联军部队在占领伊拉克，他运作哈，伊拉克最近的事情各位最清楚嘛。伊拉克的时候，他的运作模式是什么？在2003年7月13号，美国外交官以联合临时当局，相当于伊拉克联军民政府的指挥官，为伊拉克总督的身份核准伊拉克临时治理议会，相当于伊拉克民政府创立的。然后呢，他的部门是属于美国国防部，所以身为行政官，直接向美国国防部长报告。
所以只要是美国军政府都是隶属美国国防部，直接向国防部长报告，而不是属于美国国务院哈。所以以上的惯例可以知道，台湾民间物哈，它的对口单位直属的是美国总统的美国国防部，不是美国的国务院。2004年6月28号，当地上午10点26分，美国所领导的联合临时当局将有限度的伊拉克领土主权正式移转给伊拉克临时政府。因为那时候按照国际法，印度很紧，他们真的三四个月就办了好几百万张的伊拉克人民政府的身份证。我们真的需要够于多加油，多去宣导。我们现在才2万多张，我们的目标，美国叫我们至少要办41万张，所以够于真的没有办的赶快办啊，有办的赶快介绍朋友一起来办啊。你要更详细了解，你要花时间跟大家研讨，我们各个州都有这样的活动啊，你至少你一定要去。最近我们的新台湾论跟我们的台湾战争法这三本书你一定要买回去看，你一定要买回去看，你才会了解真正的台湾的历史，你才有能力去教育别人。学做教传，学做教传，你学会了你要去实践它，你才能教人家。所以你不要还自己都不了解就想要去教别人，你也啥共识要亏。1949年8月12号，日内瓦第四公约是关于战争期间平民的保护。第三个部分，受到保护人民的身份跟对待。第三节，被占领的领土。在第49条里面，个人或集体强制迁移，如同将受保护的人民从被占领的领土放逐至占领国的领土，或者是任何其他被占领或者被非被占领国家的领土，不论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被禁止的。他不可以集体的强制或迁移，或者把我们的财产就没收充公，这些都是被禁止的。可是他那时候都把我们很多财产都直接没收，尤其是你那时候已经改名叫日本名字的，他会说你是日本人，所以那财产是他的。哎，国民动词用那气味哈。占领国不得将该国的部分平民人口放逐或迁移所到其所占领的领土，也别再给他们放逐了，是我们可以放逐他。以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我们都要放逐回去他们的福建平潭，楚龙以后啊，很多中国的第二代来台湾都知道，现在回去平潭他们有免费的房子可以抽啊。你知道中国平潭现在那个福建平潭这边向你管理各位你们在宋楚瑜啊，一定要关福建平潭嘿。所以殖民是被禁止的，占领国不能只是为了国民建立殖民。而在被占领的土地没收，领土没收土地，占领国他那时候没收很多土地，变成他的什么中华民国国有，这都是不合法的哈。占领国也有责任保存及维持被占领地人口跟社会结构，即使自愿迁也需要限制。所以结合军事占领跟政治流亡的中国殖民，经由大量中国难民啊移入日本台湾，改变当地人口跟社会结构，导致当地的民族特性消灭，以及语言消灭、文化消灭，所以让我们的民族特性以变种的罪行，这是国际法里面叫做灭种啊，它整个把我们的日本文化全部灭掉了，这真的是一个灭种的行为哈。我在讲历史哈，各位知道最早来到台湾的是谁？各位知道吗？日本人呐，荷兰人那时候来贸易，说每年以3万张鹿皮哈，3万张，你以前郭教授你回去看录影带就有，郭教授都有讲到，他用3万张鹿皮进贡给日本的幕府，所以最早在台湾建立领土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哦，那是后来日本发布禁海令。占领国不得强迫保护人民在其武装或者辅助的部队服役。他占领了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替他做兵？他是我们的敌人呢，他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怎么可以做兵？啊，我们打，他如果叫我们去打我们日本国呢？那不是去打自己人，所以这些都是不合法的哈。自愿入伍的目的是为了施压或者宣传，也是被禁止的。这是占领法则 （Rules of Occupation），Rules of Occupation 啊。所以这里面了解到说，中国殖民政权在日本、台湾占领地，以及目前依照征兵制的义务役，甚至未来依照募兵制的自愿役，都是违反日内瓦公约。这都违反国际条约。依照上述日内瓦第四公约占领法则，检验战后美国当局处置日本台湾的合法性，一看伊来处理咱台湾合法不哈？
国务院哈、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依照他们从军事观点的意见，将附件 A 中的讯息传达给中国战区的美国指挥将领，以回复在其附件在 B 里面的电报。该委员会称在公告该讯息传递时，一并将一份附件 A 的副本给国务院。好、这个是美国中国美战区美军指挥将领在1946年2月16日发的战争部的电报改写文。他们美国军事政府知道要按照战争法，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但是美国国务院不知道。美国国务院一直以为日本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啊，所以可以换来换去，他不知道台湾已经是日本的领土。所以呢，有关从福尔摩沙遣返日本人，福尔摩沙确切的法理地位必须要搞清楚，好让这个总部建议中国当局接收具有福尔摩沙公民身份的日本平民所属的财产。你都会知道，美国军事政府那时候都有要求国务院，可是那时候国务院都搞不清楚状况，然后一没有战争美国军事政府的力量就弱了，不像在战争的时候他是最高统帅，他当他的战能力一弱的时候，哎，美国总统听国务院的啊，国务院搞不清楚状况，没有人研究战争法，所以台湾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被骗了69年。所以上述说是意味福尔摩沙台湾的法理地位。不是像日本国土、美国军方有立场建议中国军方遣返福尔摩沙的日本人，而且接受他的财产。反过来，如果是日本国土，美国军方有立场建议中国军方必须在万国公法架构内依照战争法保护日本人、还有福尔摩沙住民他的生命跟财产。所以美国军事政府那时候在问、他那时候讲到说，如果我们不是日本的国土，我们就有建议，他们就有立场建议中国军方遣返福尔摩沙日本人，接收他的财产。反过来，如果是日本国土，美国军方有立场建议中国军方要在万国公法的架构内，依照战争法保护包括日本人跟所有福尔摩沙住民的生命跟财产。那我们到底是不是日本国土？是啊，他们那时候搞不清楚啊。在目前战区的指令之下，美军中国战区的指挥将领建议是他的是负责建议协助中国人，包括从包括福尔摩沙的中国战区遣返的日本人，因此计划在1946年4月30日之前完成从福尔摩沙遣返所有的日本国民。所以这里面可以知道，美国军方对台湾人在1945年4月1日因为明治宪法施行在前台湾成为正式日本国土的事实，他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犯下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他了。哎，美国他不知道，我们现在拜托他，你已经知道了，你就按照万国公法，让我们回到日本天皇的治下。所以美国军方建议跟协助中国军方，将合意台湾住民遣返日本，在法理上是逾越战争法的权限。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将法理上明确是太平洋战区的日本福尔摩沙，误认是中国战区的中国福尔摩沙，是战争史上的最大的乌龙。我们那时候是被美军轰炸的，结果他们轰炸完自己忘记了，说这是中国战区，台湾是中国战区，然后他们说他们轰炸错了，已经把我们炸完了，再说他们炸错了。依照这个计划，每个被遣返的人现携带随身行李啊，这个计划也是规定哈，包括合意福尔摩沙公民被遣返所能吸回日本的钱币数量跟种类以及财务证明，在接收具有福尔摩沙公民身份的日本平民跟合意的日本裔的台湾住民的时候，财产的时候，引出福尔摩沙目前的法理地位。福尔摩沙似乎呈现是以前是被美国承认为日本领土的特殊情形，依照国际法，看来福尔摩沙仍然是日本领土，也将人为日本领土，直到依照正式条约将主权让与其他国家。虽然国家元首已经同意福尔摩沙将回归中国的主权，所以这里面的说辞可以知道，就中国战区美军指挥将领认知，福尔摩沙在日本依照正式和平条约明确让与其他国家之前，依照国际法仍是日本领土，台湾目前的法理地位仍然归属日本，论点完全有正当性。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都知道我们还是日本的领土。这是国务院战争海军部门在1946年2月10日提供的电文，回复中国战区将领他的电报。这些附件为什么现在都能解密？各位现在都看得到，以前我们都看不到这些，为什么？
因为我们官司打赢了，所以美国他们一定要把这些文件提供给我们解密，让我们知道台湾原来的法理地位。真的要谢谢秘书长啊，他去打赢了这场官司。所以美国国务院他要把这些，美国国防部他要把这些机密文件解密，让我们看到，各位现在才看得到，将来还有更多的机密文件，知道台湾为什么会被卖掉，啊，台湾到底是被谁卖掉的？哎，那个很厉害的女人哈，跑到美国都不去住橡树，不去住双橡园，都去住美国白宫哈。有以前的事情，好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投降书来看，日本似乎已经丧失台湾的主权。由于中华民国依照开罗宣言跟中国，还有中国跟日本政府代表的签字，在福尔摩沙负责去运作政权。国务院认为福尔摩沙已经归还中华民国，哈。然而，这些移转终需经过适当的安排条约，啊，适当条约的安排以为正式。所以这里面可以知道，美国在日本投降之后，原本对台湾安排是你以先上车后补票。也被香港人上车了，叫中华民国先来，先上车，然后再把台湾转给中华民国。后来感谢中国强力的介入，毛泽东介入韩战，所以他决定不让台湾归属中国。哦，因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势，哦，然后呢，中国共产党在开罗宣言，哦，开罗宣言虽然是蒋介石签的，但是他里面有提到中国不会再去侵略别的国家，侵略别的国家，开罗宣言自动失效。哦，条约大于宣言，后来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也只说日本天皇的权力是被 suspend， 所以这些在的都要谢谢毛泽东帮忙台湾，他去打韩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好比虽然先上车却不得补票，因为那个时候不承认开罗宣言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补票，他已经在台湾了。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不用拥有所有权，却享有使用权，伊无咱的所有权哦，啊，不过也是叫咱做兵，叫咱纳税，哦，使用我们哦，消费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哈，很快就会看到了，没有补票哈，这些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旅程哈，因为没有票，哈，会被赶下车。真的，他没有票，他没有按照这些制度，所以他被赶下车。美国对日本在过去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内建立的财产的立场，在1945年的9月25号传到美国重庆大使馆的电报里面，称美国政府有条件的不反对中国人为了中国政府没收日本人在过去所占领的将回归中国管辖的中国领土内私有跟公有的财产。这些都是以前的电报写得很清楚哈，所以中国占领当局在美国方面认可没收日本人在台湾的私有公有财产，合法化于旧金山和平条约Article 4B 哈，第二条、第三条以及所提到的任何地区中被美国军事政府或依美国军政府指令处分的日本跟日本国民财产的有效性，它里面就有提到哈，这第四条 B 承认有效的具体处分，美国军政府在第二条 A 南朝鲜跟第三条琉球处分日本的公有私有财产，中国占领当局依照美国军事政府指令在第二条的 B。在台湾处分日本的公有及私有财产，所以他是在战争法的架构之内，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处分日本公民哈公有的私有财产的财产物权，不能违反万国公法原则处分日本的领土主权。他只能处理这些私有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处理领土主权。领土主权按照万国公法规定，他是日本天皇的。有鉴于在上文第一段所陈述的法律主张，美国在上文第二段所概述的立场被当作适用于福尔摩沙跟其他过去被日本所占领而今天已经归还中国人所控制的中国领土。他认为这边是被占领的中国领土。我刚才在最前面就已经告诉各位了，那时候台湾跟澎湖可以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不能割让给日本。为什么？辽东半岛是中国的领土，台湾跟澎湖不是。台湾跟澎湖是中国满清的拓殖地、殖民地啦，所以殖民地那时候意大利对索马利亚殖民地，他只要放弃他的 title 跟 right 就好了。他不像日本天皇，他要先暂时 suspend 他的条件，他要放弃 title、right 跟 claim。好，这里面各位以后慢慢都会念到哈。以上提供的讯息哈。中国人在处分福尔摩沙跟处分福尔摩沙的日本人财产，以及福尔摩沙
居民的国民身份，有别于日本人遣返座位，被认为是政治事宜，最好经由正常外交管道处理。因此，本声明正由国务院递送至重庆美国大使馆，跟您商讨适当的行动。好，在电文第二版前面的遣返处置核准哈，由于福尔摩沙的法理地位，已经将要被送往日本的福尔摩沙日本公民财产处置有直接关系，请求国务院指示福尔摩沙是确切法理地位。他都一直问国务院了，他没有去问国防部啊。遗憾的是哈，美国国务院提出，我们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请求，好，到现在已经69年，美国国务院尚未就福尔摩沙目前确切的法理地位提出任何的答复，因为国务院不知道啦。哦，直到收到相反的指示，这个总部将依照目前计划从福尔摩沙遣返日本人。在目前这个计划下，福尔摩沙日本人实际上跟从中国本土所遣返的日本国民被置于同样的类别。这些说辞明白地表示，日本裔的台湾住民也可能因为美国军方及时接获相反指示而免于被遣返的命运，是以并非必然得以遣返日本内地不可。另外，同样是占领日本国土的一部分，美国军方并没有按照遣返合意台湾住民的模式将合意留学住民遣返日本内地。美国军方在尚未能够确认台湾目前法理地位的时候，先斩后奏，建议及协助中国军方将合意台湾住民遣返日本内地，违反国际法。他如果遣返Okinawa 的人都要遣返日本内地，他要占领 Okinawa， 他要占领台湾，把日本的全部遣返。那如果按照这样遣返的话，应该是 Okinawa 日本的台湾的日本人全部要遣返回去啊。那我们那时候都有日本的户籍，我们的祖先都有，我们是不是都要被遣返？那哪边在台湾，台湾都回去占就好啊。所以这些都违反国际法的，完全没有正当性。所以合意台湾住民所曾经造成的伤害及损失，一方面日本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 B 不得不承认处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随着岁月逐渐为包括日本国际社会已经忘记了。那是高你啊！尽管如此，在当时即使并不存在得以遵循的日内瓦公约，美国以及中国这两个当局联手违反日内瓦公约所为依据的万国公法，他们自己难辞其咎了。中国领土对日本国民而言是外国，然而 Okinawa 跟 Formosa 对日本国民而言是本国，所以美国军方将居住在日本福尔摩沙跟那个日本裔的台湾住民，跟赴中国领土征战的或者居住在日本的国民至于同样的类别，实在是把冯金当马良这些错误的类比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要不要我再重复一次？在中国，因为伊唔是伫中国嘅日本国民，因为伊唔是伫国土，所以伊要被遣返登去日本。伫 Okinawa， 伫台湾，伊是伫日本嘅国土，为什么要被遣返？他本来就在日本国土里面呐，他为什么要被遣返？依照联合国专案处理国际事务特任官意大利国际专家他看了他的看法，国家必须避免借人口移入或移出被占领的领土，改变有关民族的结构。所以呢，他的见解足以证明美国在台湾确切的目前的法理地位尚待确认之际，允许中国占领当局将日本裔的台湾住民强制移出遣返日本本土，还有让中国政治难民借军事占领之便大举移入日本台湾领土用来殖民，都是违反国际法，这是非法行为，他们是战争犯，这将来上国际法庭，他们都是战争犯。到目前有一个80几岁的德国人还被抓到国际法庭去受审，所以将来他们都会上国际法庭去受审，这是必修的教材。我下面还有很多要讲的真的还有3、4篇要跟各位讲，因为时间到了让各位先知道我们法理学院的必修教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更清楚，历史要回复真相了。到下一节我们的潘老师会让各位解读你怎么去做一个正确的解读，怎么样解你心中的毒素，好了，一挂毒素都拿掉让你回复一生无毒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下一节课敬请期待那现在我讲到这里我今天的演讲都到这里，谢谢。各位好，下课要困10分钟，下课休息10分钟。